被两个男生喜欢，真的好爽。哎呦，天啊，你这话好酸。在游乐场，谁有一些加分的一些举动啊？阿卓啊，阿卓是真，阿卓是争气。我刚刚那一片，除了因为只对我们波波有感觉的人没有发言之外，其他四个人，阿卓啊，郑卓啊，我觉得阿卓是那个不给人家留缝的人。 就是北京人说什么吃饱了以后再喝碗汤溜溜缝，他就是那个人，就是他把你填得满满的，他到处都是他，但是他不让你反感，就不招人烦，他不招人烦，嗯，他很会去给自己争取，我觉得挺给自己争取的，还有那个阿侯阿杰，对。 因为他今天就很主动的跟男生解释了一下，昨天晚上他为什么没有选他。我觉得他有点霸道，我觉得相处起来可能会是更无理取闹一点的，就是公主型的。对，他想怎样就怎样那种感觉。嗯，我想问一下女生啊，你们会因为一时之间就头脑发热，然后被一些浪漫的举动所打动吗？什么都有可能心动，只要喜欢。捅上。 就好像我比较喜欢波波嘛，但他刚才整个表现就有点扣分，反而就是阿卓有加分。我不太喜欢特别多的浪漫的，我也是，我看到浪漫或者是惊喜就是尴尬。什么男朋友突然出现在你工作地，站在哪里，哇塞，气死吧！最好是浪漫，我喜欢惊喜，但是。 如果那个人想要做一些浪漫的事情，我不觉得浪漫就觉得很扣分。我觉得真诚才是浪漫。对，就是你做的所有事情是发自内心、真诚的，没有目的，那个所有的生活的细节都很浪漫。对对对对对，是这样。行，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。吃饭吃饭，那你们叫上我叫里面。 要是我去这节目，他怎么吃饭啊？每天下雨，哦、官方 Q 感，尴尬的场面又开始了，我坐哪儿了？哎，好有意思，这个眼神。 这个兄弟情，这个兄弟情破裂了。吃早餐的时候，两个人还坐在最远的距离，现在就贴着坐了。来了来了。Hello。Hello。快点吃饭，吃饭。来，班长。班长。班长神位在这边。班长可以，每次都做组座吗？要吃这个吗？哦。就先摆在这边吧。嗯。 嗯，准备边。哎呦，哎呦呦！霸王龙手比较短，没办法。哇哦，精彩了，精彩了！哎呦，有东西啊！中间商赚差价，我的天！被两个男生喜欢，真的好爽！哎呦！天啊，你这话好酸。两个波波的话就一三五二四六。这分配好好。对。